不知道这次会发现什么大秘法。啊，差点忘记带上最重要的护照。啊，我的护照放到哪里去了？终于找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我的护照早就过期了。难道我的寻宝之旅就要失败了吗？我们是波哥波妹，刚刚听到你的呼唤，所以来帮助你。波哥波妹，我想要换新的护照，拜托帮帮我。没问题，请过来。现在只要护照过期的话，就可以使用电脑或是手机，到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网站线上就可以申请新护照哦。首先，你需要使用自然人凭证做登入，接着输入你的电子邮件信箱，取得验证码后输入验证码，然后选择领照地点。下一步会连线到 MyData 平台查询你的个资，接着填写联络资料，然后上传照片，要准备最近6个月内拍摄的大头照。现在可以阅览你的护照申请资料，然后进行电子签章，最后使用信用卡缴费。申请完成后，可以在你的电子信箱接收确认信和收据，收据上有注明领照时间跟地点。线上申请护照原来这么方便啊，一下子就完成了。等到领照时间到了，一开始在系统上选择的地点领取新护照，记得带你的身份证还有收据哦。知道了，那我们一起去领新护照吧。Go！ 人别确认完成，这是您的新护照，谢谢您。太好了，拿到新护照了。波哥波妹，要不要一起去探险寻宝呢？好啊 ，Let's go！ 外交部关心您。